但好像就是总是有点感觉，但是好像我好像有个部分是突破不了，然后我的身体也是跟这一样的，一会儿身体好，一会儿身体又很不好。我就是刚强难化，我没觉得哈。这几年我一直在反复，就是我接到很多不同的缘分，但是总是接触到又受不了。这个没关系，你的就是还是见智慧，就是见地上不到，就是见底不透，因为你接触的，因为你曾经是修女，上次做过修女，知道基督教的，基督教修女的话，就接触佛教的，你觉得很多宗教跟你都有缘。哎，因为修女，你觉得在修女里没成佛、没成就，哎，那么是不是佛法能成就呢？啊，就是很多因缘，但是修女的痕迹，修女对情感的看法跟压抑的东西在你心里有，就是对情的看法、知见，还有你应该怎么样做是一个圣洁完美的形象。哎，追求，因为修女她就追求圣洁嘛，圣女嘛，追求圣洁完美啊，崇敬啊。哎，所以当你一旦开始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那这个世界的灰尘啊、垢啊、邪恶啊，所有东西开始冲击你啊，是吧？就觉得身体这也是疼，那也疼，但是具体也没啥大病，是吧？一会儿来了个行星从你这儿嗖穿过去了，那是尘垢，啊，一会儿这儿穿个孔，那穿个孔，你不真的是哦，爱物质从我们这儿走过去了啊。这是科学说的，因为爱物质不停地在我们这儿穿来穿去的啊，大家看不见啊。那你身上这个孔那个孔还不疼啊，是吧？身体一直不好，但没有大病，这就是，肾也不好啊。情感在情感上有问题，情感上追求圣洁完美的情感，哎，崇敬的情感，然后受邪恶的或者你认为恶的那些东西影响。哎，就是因为你这一块特别重，就追求圣洁的特别重，恶就变得特别重。就是你会放大，你对圣洁要求的越严重，恶就邪恶也越大。就像我这圣洁不在乎的，恶也不在乎的，啥也不在乎，是吧？这俩边不靠嘛，是吧？哎，我也不圣洁，我也不恶，是吧？就是我不圣洁，难道我就恶吗？我不恶，我不是佛就不是是魔吗？不是啊，是吧？我不是个人，我也不是个啥，是吧？我不会给自己下个定，是吧？你不管圣洁是什么，你不要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圣洁的概念，那恶也不成为恶。这个世界就是凄风苦雨的，有时候苦雨完了也有彩虹啊，也有，就是大家不是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这些变来变去嘛。坏的会变好，好的也会变坏，这个很正常。是有一天你站在这个生灭之外，看清楚，哇，原来都骗我的，都假象。什么圣洁啊，那是人力定义的；什么垢啊，也是人力定义的。但是，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，首先在人世界作为万物之灵，那你肯定要做个善良的、圣洁的、完美的人，不能去做个坏人吧，是吧？那否则叫动物怎么看你呢，是吧？你都是众万物之灵，你像个万物之灵嘛，是吧？经常都被人家动物骂的，连畜生也不如，畜生说跟我敢比吗？他哪比得上我，是吧？连畜生也不如，所以你做不了万物之灵啊，是吧？所以对你太在乎这边，这边就太强了，经常冲击你，是与情感有关系嘛？静静的。静静的旁观这个世界，修觉照，旁观你的生命，旁观你的肾，你不是好了，你不是不好了，你不是空水大不调吗？哎，静静的旁观这个世界的生生灭灭，变来变去，一边善良一边邪恶，旁观，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，都如浮云，啊，都是就是那样的，但是你不会变成个邪恶的，不代表你是吧？哎，但是。偶然说自己饿一下下就饿一下下呗，是吧？只要不给别人造成大的伤害，因为有时候自己有吸气欲望嘛，是吧？就饿了一下下，你放心，你不给别人带着伤害，你饿了一下下也会有果报，别人会骂你的，是吧？就到马上把业消了，你也就别生气了，因为你饿了一下下，人家骂你一下下，你说幸亏有他骂我，马上消业，是吧？你没他骂你，你咋消，是吧？你明知道你饿了一下下，你妒忌了一下，憎恨了一下，你抱怨了一下，是吧？那人家骂你一下，正好听了，马上欢喜，马上得欢喜，坐在那。最重要的是，脑子里不要有太多执念，不要太较真，对这个世界，你是个过客。人家家里不家具咋摆，关你啥事，是吧？你是地球的过客，知道吧？
你不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嘛，是吧？你路过地球嘛，是吧？地球上有风有雨，你看一看风景就行了，你怎么就进去当主角了呢？你想变土著吗？是吧？我觉得我身体就能好了吗？嗯，会好的。修觉照，旁观，旁观你自己，也旁观别人。先从旁观修，修清相忘形，心沉静下来，那个心啊，就像那深潭里边的月亮，就像月亮，月亮慢慢的沉浸在深潭里边，那个水啊，就深潭水啊，潭水很平静，那个月啊，圆圆的映在，很清澈的一下，就这么修。闭着眼坐在那儿想，因为你要是呼吸很喘，你杂念很多，那个水永远有波。你没有那么深的潭水，你清静不了啊，修清静，嗯，没关系，挺好的啊。